你看有人发话了，你可以尽情展示了。来，先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，你正好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吃相。场上十六个姑娘对我们这位宁采臣的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考虑一下，请选择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小伙子，你的任务了，根据你的感觉最少灭一盏灯，看谁不是小倩就可以灭了。我觉得你这是奔妖精来的，我觉得我也挺像妖精的。你就是胖了一点点，煤气罐子成精了。人家小倩身材太好了，我想找那种身材好一点的。那你为啥灭我呢？那我石榴姐咋了？十六号，他你没看着是不是？看到了，但是感觉比你还瘦那么一点点。我胖，但是我不耽误事儿，我跑得快，我也能上树摘果，但他连下地都够呛。喂，小胖啊，我看不在小伙的事儿，是在石榴姐那儿啊。你不行，你们下台解决恩怨吧，好吧。来看一下宁采臣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。一起来看。